我是不是会一直重复啊？然后反而你的记忆体没有办法被我练大。我如果念一句很差，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完全不管讲，背出来了才能出去，不然不能下课。因为我两节课没关系啊，我可以这样搞一下。你相不相信三次以后你的记忆力就会飞快的进步？要不要试试看？有人回答不要。